性生灵香，拥有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以及活泼可爱的个性，不仅在台湾享有高人气，早前更成功进军日本，虏获大批日本粉丝的心。工作行程满档的他，近期频繁搭飞机到海外工作，日前也在 IG 限动晒出自己早起的素颜照，和粉丝们打招呼。他透过文字表示，因为长时间搭飞机，导致全身疼痛不已，双眼无神的模样十分厌世。林湘也透露，晚点才要出门，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再睡一小时，罕见的露出疲惫的样子。他素颜又含疼的憔悴模样，引来不少粉丝的担忧。虽然往日的甜美形象有些崩塌，但精致的脸庞依旧完美，引来众多粉丝纷纷留言为林湘加油打气，希望他在工作之余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万一累倒了就糟糕了呢。Bye.